竹节的东西就是弹性度够，又轻浮又透气，就是这样子透透的，在布料上面有纹路。再来，这件衣服的总长是正常衣长，所以 S M L size 都可以穿搭。手的位置帮大家做了落肩，胸口的小亨利领做一个软料的小亨利，很自然的垂放，可以看到大家的锁骨跟项链又不会过低。然后一样都帮大家做小小的提花边，非常的典雅。黄色最佳伙伴就是牛仔裤，所以你没有想法的人，基本上你就直接搭牛仔裤就直接出门了。想要再多一个层次感的人，来GN家的万用背心给它搭起来，很简单，你就可以再塑造不同的氛围跟感觉，就这样。我自己很爱这个蓝色，因为蓝色很显白，想要搭白裤啊、草帽啊、花裙啊、格纹裤，还有上班族的西裤、正装、西外，它通通都可以做到。所以我觉得蓝色算是一个万用款。这个颜色是我觉得里面拍照最漂亮的颜色，所以你看搭花裙啊，我觉得也超级厉害的。然后其实它的总长刚刚都有拉过嘛 ，SML。都可以穿，弹性非常非常的好，非常的透凉，然后微透，记得一定要带上小可爱，浅色就好。